偷的话，这样全全抵抗，都是特别的。包括什么？工资啊！你要不要干部啊？干部等下拼拼，干部要不要拼拼？干部都可以啊，听好哦。我这干部今错晒，啊！鞋啊，上车啊！鞋无啊？卖鞋啊？鞋啊，要了了的。哦，鞋提起，鞋提起。来，不要干部听好哦。一个人带一包，一个人限购一包，了钱的。你做画画干部俩手。拢无看到啊！注意听你看我的直播，你注意看我的直播，六包一千块，六包一千块，老实跟你们讲，讲一包，讲两包，讲一包，讲两包，我是正干贝哦，那是了钱哦，卖阿弟介绍哦，这我一包干贝半千块，你看这边来赚，正干贝哦，这边组合贝，这边组合贝哦，我要强调的是这边组合贝哦。就这样哟，够了哟。来，再提个。你会在干杯俩手，我问一下，你会在干杯俩手？你会这样哦？来。对，搞煮泡面。对，搞什么？给人啃。卖盐蔗，把我倒上去，我包要炸上去。来，你若干赔人家新提钱，500块，一百块你啊，我你买袂着啊。下干赔哦，尽量34块，无人家4包。你若无了钱，我真正不多条，我唔知要讲啊，真正了钱啦，太大包啊，全部无人家500块，4包，500块干赔，500块。来，吃一个。要求啊，这一包卖你百二，你唔敢买哦，干杯呢，干杯呢。我无错啊，我真正无错啊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哪个小妹进来？500块，干杯。500块，小妹进来，500块，干杯。阿娘喂，一包卖你百二，干杯唔敢吃，你咪煮好杯呢，对，吃干杯呢。你等下煮泡面，你后对蛋煮泡，现在煮只菜头，等你马上。乖哦，哦，我真正是哦，我大啊，鸭翅你可不要买，来倒来买来，鸭翅你可不要买，我不要来买啦，才4包卖你500，你活动你敢知？才活动你敢知？你卖煮好买嘞，这正足重的，我啥物只500来，500块干杯，干杯，正足重的，你只鸭翅你卖，来再买一个，这只鸭翅你卖，你可不要买，这干杯够俗的哦。还有谁要的500块？500块贝贝，500块干贝，500块贝贝，500块。我多啊，没有办法，还看到换你哦，换你了，现在东西出去了，黑啊贝贝啊，黑啊老的高啊，1公斤的，都是1公斤重的哦，十重1公斤哦。1公斤的，一口1公斤哦，海北的哦。哎呀，你啊，这村你两个不用飞了。吃不了，吃啊。1公斤的海白虾。我就说了，我讲了，卖个料就料了，是吧？给你们看一下，啊，还是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红卡红尾，啊，红手的海贝。姐姐，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你们在外面买那个活条虾，黑拢是饲的，啊，饲的足少的，一斤差不多偌济，200-200块啊，海贝系无咧少的，一斤拢是300起跳。一斤都是300起跳啊！我是因为我们拿的便宜，我们一盖里来就是贵，我们家五花豆每天阿秀啊，海白虾其实不便宜啊，因为虾米海白虾无咧坑油啊，伊就是海凉起来安尼急速冷冻，就是安尼凉，食起来较甜较脆，就是安尼啊。我要先说这一盒1公斤哦，10磅1公斤啊，来这边有写啊。
来一盒一公斤，来一个人炸一口，一个人炸一口，有人要吃吗？那我能请问一下，哦，因为我今天哦，那个我们那个老大哥他退休了，他以后也没有不会来了，他退休，所以以后可能就我们三个，他会加别人，哦。啊，他大哥退休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虾子带蛮多的，啊，只是我们没有给他退下去，啊，因为正常来讲，我们会退冰美林啊，退冰美林，啊，那最后一箱这一箱我们没有退，直接让炸起口，啊，啊没有退啊，我们这个可以先冰的，放很久没有关系，你肯嘞，肯领导肯跟他过，我给你开几口，我伊那边老，我给我，我这有不了吼，那我就剩最后八盒没有了。哦，剩最后八盒，姐姐，我要先说，一斤我算你300块，一公斤斤半担，这口熊猫让你开多少？虾五无贵分，啊、哦，没有，这样不过分啦、啊。但是这是外面人家的行情价，注意听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被人客，你们有办法逼你们买？免四啊五，免四八，俗的五十块无效，一瓶四的，想要吃300块，300块，300块。一公斤的海白虾来拼一个，来阿姐，阿姐啊，感谢你两个，注意听，身体是四个人拼的啊，一瓶四个，不要你来，不要计价格，你要赚钱了，你要好就好，250块啊，你要好，你要好啊，你需要吗？阿姐啊，你要好就好，250块，啊，快快，但没有问题了哈，我们尽量拼给你，啊，我准备收单，全部我这边啊，阿姐，阿姐你看一下。二三四，来我先找，来我叫两个，够两位来不？上位三个人客，最后三个客人，好，最后三个客人都有了哈，三个人来直接包没有关系，啊，来我那边总共包5个，最后三个客人250块，一公斤的，这是一公斤的哦，一斤的，啊，一公斤的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好 ，OK， 都有了哈，都有了，那我们收起来了哦，啊，都有了，我们就这一样，我们就不卖了哦。好，我叫收起来。还有人要吗？250块，你要不？都有了哈。来，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拿那个大保利龙头的，先放这边。好，我们等下喊一样收一样。再来一个背光银，大哥。好，蛋姐，我带来。谢谢，这个我们就收起来。啊，来，姐姐，你们桌面上还有喜欢的吗？啊，啊，下次还有再一盒好。来，熊威冷烤，最后两盒了。一公斤的海白虾卖你250，外面不用考虑了，加片托鲁啊，啊，来，还有人要吗？熊威冷烤，我第二盒250块，250块都有了啊，任务啊哈，来试试，来蛤蟆春江鸟哈，你带过去帮来呀，来呀来，啊，哎，啊啊，哎，包好了哈，好了 ，OK。哎，刚才有拿多少？1块哈。1块的。啊，1块，1块那边几个？都还收几块？来，我这边讲。这个有收钱的，有收1块的。我讲刚刚八个嘛。9个。2个，1个。你也是2个，来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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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。好，姐姐不要急着离开哈。豆皮哦，物件我尽量不要你，都有提着哈，都有拿到了哈，都有提着，阿姐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姐姐。来，我先请问一下，在阮家，你即摆消费超过1000块下手？好，阿姐，我直接落包的。好啊，就是做一个块，来，我来做一个。小姐，我叫把你的美发美女，不要急着走啦，等我一下啦。哎呀，我尽量变个漂亮啦，那哎，你睇下好啊。一号啊，哦，蛤蟆够了，随便讲蛤蟆，剩不多了，尽量拼给你们，哦，我尽量不要拼啊，这一包10斤重哦，1包10斤重，可以啦，可以，5个客人买，哦，一样5个客人买，尽量不要拼啊，哈，尽量拼给你们吃，好，来几个人炸几台，几个人炸几台，够了，随便讲，几个人炸2斤啊，几个人炸2斤，好，最好一开300、400、500，随便讲100块、200块。好，100块来子存，100块100块子存，来100块子存，啊，100块，来各位人客哦，一人再一台100块，100块100块，一个呢，哎，过去安尼啊，不要，来啊，你有提100块的，这个你啊，尽量不要拎啊，啊。
啊，我爱早回转去啊，拢互恁啊，拢互恁啊。啊，什么？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物件都撇掉啊。哦，物件都我爱早转去啊，拢互恁啊。这一个人早买三斤啦，你有法多买着，你买一百块就好，一百块。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啦，一百块。这样是帮你变回啊哈，给我们一点时间啦，我来变回来，好几包酒，好几包酒，来搬一包酒，好。好，姐姐们，桌面要吃什么，跟我们讲一声哦，恭恭吉祥。啊，来小桃姐，小桃姐，小桃姐，来最后三包中卷，到人准备一下，三包中卷，到人准备一下，配合大根嘛。有人要吃吗？最后三包没有了，我先讲，这会愈来愈贵，即马卷啊类的拢起价啊，三个人摕新品的，你绝对会赚钱。三个人摕免200，一百六块，100块，100块。来一个，两个，来子春，来熊慧姐100块。来，好 ，OK， 好。我你要先闹，我你爱加这下讲啊，你加这下讲。哎，阿姐啊，我即马讲啊，春节俩无啊。啊，有没有要吃？姐姐，我先说，全年家乐福一包卖你80块，一个人占3包，卖你要是春节俩不好领的，200块，200块有人要吃吗？200块，200块。200块有人要吃吗？200块，200块，一个人炸3包来对起安尼啊，一包够你，一个人总共炸4包，春节俩200块，200块，来美女，谢谢你啦，不要停，想要过就一个人客啊，我加送你1包5包，200块，200块，好，1包够嘛，200块，200块，来第二个一个，啊，来，美女，你第一个拿钱，我这边剩最后3包给你，再吃不吃得完，200块，100块。好，聊聊，好，18块，聊聊，来干爹吧，好，来干爹吧，好，干爹吧，春节你还无啊吗？有啊，阿表哥有包鸡蛋。好，阿表哥有包鸡蛋，有人要吃包鸡蛋的，跟我讲一下哦。好，我这个铁路大排，我先卖。